Hello， 感觉八九的需要。晚上好，小月安安 ，AN 安安，小月安安。乔子安，小薇安，啊，冷死了。雨辰安安，哎，真的不知不觉又快二月了，天啊！我这样连续开台，我看一下几天了，后台可以看到，我看一下哈。这边可以看到数据，这就很好笑。我看一下哦，成就，看一下哦，看一下哦。触及100位正在观看你串流影片的观众，100是达到下一个目标。我现在98哎，天啊！之前那个100都不算哎。过去14那天，天内串流两天，过去14天内超过4小时串流，哎不。见了，我之前可以看到我连续直播几天没了，找不到了，通通都没了。安安，啊，改个 ID 哈，复制编辑频道，开台中，储存。关闭。没有，我去吐窝哀嚎也没人啊。看一下哦。成员清单不是这个。猎人笔记。大型魔物。哦，有了，有小金了，不打了。我去吐窝哀嚎，也没有人要来了啊。上次过年哀了一下，只成长了3个人，我就放弃了。没有，因为大家都在忙啊，忙过年。啊，我的玻璃心又比较脆弱，我就不去哀嚎了。没有，最有效的方法还是我自己的主账号去分享，可是我又觉得很没面子。很丢脸，就脸皮真的很薄，没有勇气去用。都还好是不是？拿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物资讯，安安十，我真不会念你那名字，等一下哦，义还是雨啊？因为音都很像，我的字长得很像，一个义一个雨怎么念啊？不是雨，雨吗？哦，雨哦，
死语啊，死语，好，我记住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国文程度不是很好。好，来继续偷偷看攻略。06，然后随时注意隔壁有没有人找我。我要不要花了嘞？感觉还好诶，其实时间不知不觉就过了。靠边呐、啊，顾着跟你回答你问题。好，攻略是这样说的：从这营地跳出去。先穿上紧身衣，不是紧身衣啊，隐身衣。哎、欸，不要哦，不要打到我，不要。然后说是在这里。然后马上回去，捡一下毒鸡。屁啦，那个位置死人哦、喔！真的假的？问一下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哎呦喂，看一下哦，位置好像是，不，你过去检查，不，上。不是这里哦，那应该就是这里哦。干嘛？等下冒着生命危险去捡东西？你有看到？我在受伤了，我的血在掉了。然后就跑，然后就跑，然后就跑。好，我们换去鹿山虎台地。而且你现在买已经脱节20天了，觉得还好啊，又不像一开始拖荒拖不过去，全部找人，那后面就大家装备都起来，就直接带你速刷过去啊。西米安安，跟别道具箱。叶子原安，就有人喜欢在 DC 问问题，不来帮我挂台，我严重怀疑他从来没有来这边挂过台。
西边悬崖掉下去了，东南西。西边悬崖，估计是这里吧。哦不，我猜错了。东南西，哦，原来他勾失败，我想说，哪里呀？在哪里呀？不会是这边吧？欸，是欸。上吹之崖纪念卡就在附近的藤蔓，爬上去。池中央柱子，不是这个吧？进去里面吗？咕噜咕噜咕噜，干嘞！怎么没通知我七点开台已经两个月了，你在那边前拖没通知。好难过、哦，竟然有人怪 FB 没通知，所以没来挂台。唉，对啊，没事干，只能看看攻略找宝藏。啊！好难过、哦，还不好好找。啊，还想做别的事？我没做别的事啊，没事做才看攻略好吗？在干嘛？那你要打，你要打什么？嗯，要打什么？我目前只知道我缺了一个碎龙的天灵而已，刚刚用掉了。做了吗？我已经做啦、啊。那还缺啊？不缺啊，只是会怕说后面需要、啊，还是说需要再打就好。再打、啊，还是你要陪我先打雷二龙的天顶？对啊，你打到我，等一下，我稍微瞄一下这个。不是没跳通知的问题，是我已经公告说我每次都是七点开台哦。看，你看看节操啦，我都有挂。What the fuck？ What the fuck？ 抓战犯です。不是节操啊。
抓水鬼嘛。我不知道是另外一个啦，真的想。那个叫抓抓水鬼，不叫抓算了算了。哦。你妹也不来挂台。对。来了，站单。你呛他、啊。繁星开台你还不挂？他就没玩麦快吼，挂啥小？哎、欸，很累，有六个地方要一直刷。不是给他好感度到满之后，他就会给你一个吗？没有啊，他我看攻略不是攻略啊，看那个介绍是说次数到。哦，次数。对。我以为是好感度够的。我也是狂给超好的东西啊，也都是有两三轮才给我一个啊。可能他忘记了啊，我有说是设闹钟啊，闹钟上面写说繁星开台啊。啊！你们也没射，开台，这个不好说。没啊，不勉强了，不勉强了，反正我要拜拜了啦。拜拜。啊，好，等那个活动。什么活动？大林奈玉的活动，干突破水出现了。你要等那个活动狂刷，对我他妈刷爆，那要等啊，我也要刷，对啊，那要等、啊，所以才要等的、啊。刷骨头多累，我有三金两银的，不打这个吧。好，等我下。慢慢来的。炎王龙，你知道我把那个巨魔改成那个工商巨魔那个巨魔？我一直都说那个巨魔。我也是哎、欸，我就觉得是那个巨魔。我就打水质巨魔，我的装备。然后，某一天我才发现，我好像误会了。不是啊，我是说我装备道具那边，我是改这样子、啊。我跟你相反、欸、我是巨魔水。哼，跟你讲，我的巨魔比较厉害。啊，你的巨魔比较猛，是不是？可以。比较大是不是？哪里大？说清楚，几倍大？啊？就那里的、啊。嗯。啊。好。我本来想说去野外吃个那个什么猫的御神签，然后就是不会回营地嘛，我不会回家嘛，就还是没有用。嗯嗯嗯，没有用。不会回家，没有用。就是不回集会所。对。对啊，想说就在野外也可以接那个啊，接任务啊。对啊。对啊，啊可是吃了之后还是没有用啊。嘿嘿嘿，不能偷吃布。猫的抓紧不放就是你了。天哪，你们两个都要用这个啊？欸，很强，你不要看。哦、我觉得我很痛。来，我们等下来比伤害。我没有要比伤害啊，我怕你们到时候都猫回去。哦，来。我怕我伤害没有他高。来。我只是不好意思说，我下午拿超虫棍伤害还比你们高而已啊！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，我伤害超高哎、欸，还要补你们哎、欸欸！他们那一套靠腰超虫棍真的很痛哎、欸，莫名其妙。哎、欸，跟你讲，随便打伤害都80、80、80在跳哎、欸，而且我不用磨刀哎、欸。他们那个虫虫工具人流，虫虫超痛哎、欸。这个是你要打尾巴还是打头？尾巴比较痛，头比较不痛。嗯，看你啊，我打你另外一个啊。都行、啊。我打安全的。安全的是尾巴，头都不安全。等一下我们打什么？哦，雷二。雷二啊。没差、啊。雷二的着弹点在尾巴、啊。没差、啊，你打完换我打。哎呦，好像很赚哦。哎，你怎么三个都被丢包啊？那就来啊，干的啊。来了。
为什么我这一套什么都没有啊？我连密钥都没有，我这套是到底？你是没拿错，你是没有拿好。碎啦！我这套是采集套哎、欸，碎哦、喔，碎哦、喔，光光上阵，碎哦、喔，还想采集啊？好啊，拍三下，直接拍三下，再拍，直接拍了，直接拍三下了，真的。你要拉生气啊！你不生气，我们怎么玩？还想要挑战呢、啊？挑一下啊！靠，听不到了，我听不到，我听不到，我听不到。你给我生气！你给我生气啊！生气了，生气了。哦，那我知道为什么之前那个了，硬要拍三下了。对，你要先拍三下再撞墙。哦，想说那时候为什么骗手剑是这样子玩？哎、欸，好好好，我起完的话你。等一下，我被他咬技咬了。好，我被抢了。啊！吸血，吸血，换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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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听起来很委屈。我们一人一只腿好了啊。腿伤，腿不是着弹点不会痛哦。哦，超不痛哎、欸，好弱。750哎。腿跟头是着弹点以外都不是，头没有尾巴痛。916，有看错吗？还是616啊？600吧。哦，舒服。600。600。我是750。哎、欸，左尾巴右尾巴有分嘛？对不对？有分。好好好，那我就这个尾巴了。不好意思啊。那人家素食啊，要死我！哦，好舒服啊！哎、欸，等下蒙牛肉走开啦！你吸错了哈！我吸到蒙牛肉的。哇，完毛了！蒙牛肉走开啦！我吸错、哦。哎、欸，我们的目标嘞？早走了，哎，在蒙牛龙旁边，他走了。看他有点小只哎、欸，对啊，他有点小。哎、欸，突然听得到蒙龙在叫，感觉好不习惯啊。突然不是，原来龙子，原来龙的叫声是这样子，如此难听惨烈。介绍。不是他，对不起。我们打那么爽啊，这个不砸、啊。我知道啊，我就是要讲这个啊。有，我砸了，我砸了，没事。啊！左右巴掌哎、欸，这个。我去尾巴。脚真的超痒的。是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总是你。跟我上同一台车，真是。哦，布没了。Wow. 可以砸落手。哇！砸中了，不错，砸中我了，很精准，最尖的那一块打到了我。哈哈。他冷没？倒了，翻车了。哦，他被暴锤龙挡住，我看不到他。
就好啊，他不生气了啦，要是拍他了。他不生气很久了、欸。对啊，所以我刚伤害不够啦，所以我说他不生气要再拍他。啊，轮胎上来了，轮胎上来了。安安，对啊，一炮八百，今天下午才研究出来的，抄来的。原本推荐给隔壁这位司机，那他弄了一套比较好的给我。哎，我帮你稳稳的。这边不就是翻车的地方吗？对啊。哎、欸。啊 ，sorry 啊。哇，剩500伤害了，拍他头，拍他头。15%啦，可抓啦。在那边一直滚，你是不是没被炸过？上他！哦，你有上他，炸他头才84。真的假的？我看一下。倒了啦，没炸到啊，掉了。没有，有。耶、yeah. 欸！我还刚刚那张还蛮帅的，没有拍下来。探险队归来。等到那个克制的那个等级上升的时候，再克一次回血，应该就不会什么回事。